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，新闻继续关心来自大埔乡的消息。大埔乡在最近这几冬在建设方面有很大的进步，乡长吴明芬等县乡镇计划的领导努力来争取资源，加上公所政管的努力，积极来展开着各项的建设和服务，特别是大埔发展着观光的努力，也来得到交通部观光局补助。大埔乡那些公路优势浓大的计划，以2亿1000万的预算规模积极来展开建设，目前达成率已经超过40%。另外，针对主要干道台田公线地下化第二期开工，唔但要予大埔乡的道路路况更加安全整洁，嘛予山区用电更加安全。大埔乡近年来飞速进步，在乡长吴明芬等县乡镇破位争取资源，公所人员努力合力来实现，展开各项建设加服务，尤其。大埔乡受限林地保护开发，碍于法令需要智慧加耐力来突破限制，特别是大埔发展观光的努力，获得交通部观光局补助大埔乡那些公路尤其人才计划，以2.1亿的预算规模积极展开建设，目前达成率超过40%。咱大埔乡吼，等你发展。这个管线地下化吼，是咱未来一个趋势。啊，自从咱这个长公园路吼，这个地下化已经完成了后，哦，即个咱嘛因为咱公所吼要登记要完成，哦，过来伫学校即学生囡仔，即个主要的通道吼，即个路况甲电话条真侪，所以咱即个吼嘛透过着咱公所开2年的预算吼，总共编列大概600万左右。哦，要来做这个管线地下化，哦，跟台电公司来做一个合作，哦，相信讲这个台电的公路的一个地下化，除了讲河湾底吼真侪这邻里的这电话条啊，会当有吼搁较好看的市容以外，吼，伫大家交通的便利，也是搁路况的一个中心整治吼，一定会让乡亲会当有真好的一个生活环境。为了这届的这个管线地下化。相信吼，伫整体上会当有发挥搁较好的一个功能。啊，伫遮嘛要提醒着咱各位乡亲时代，吼，即个管线地下化会当爱维持到8月31号为止吼。所以伫这段期间，有经过着遮个路段的遮个乡亲时代，吼，放慢即个车速，啊，小心通行，吼，啊，伫即个管线地下化来完成了后，我相信会当提供着吼各位乡亲搁较便利的一个生活环境。乡长吴明芬表示，大埔发展进行中，大埔主要干道台电公线地下化第二期开工，为未来大埔整体发展的基础建设，让道路路况更安全整洁，山区用电也更安全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大埔乡采访报道。这间公司小弟啊，系啊，哈，系。啊，迄阵你伫底？我伫哪？我是客厅，啊，我当时吼，就是咧煮啊，啊，煮的时阵，袂去进火，啊，我转伫开走去客厅。啊，那当时的时阵哦，我拢听到，嗯，只要那阵灶开的声，一爆脆的声。哦，一爆脆的声。啊，我来，快，哦，规个顶下面拢火。所以一爆脆就是阮。或者说，哎，关注在户外活动，那实际上你都可以洽询我们消防局或是当地的消防队，都会为你做最好的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助警器啊，我们现在重新再装一个新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重新把它装回去厨房上面，好吧？我们把它装上去，好吧？好嘞，我们装好了以后要测试一下，哎，又坏一个，来，我们把它装进去。正常正常。
甚至破火灾战最好的东西啊，自己要做好了，保护一下的安全。